어떡해. 어떡해. 약간 시, 시 이런 발음이 많았어. 시. 女团一季今年二月底来台开唱，特别献唱中文版本的咪吉，让全场粉丝超感动。而在今日公开的日本场幕后花絮中，更可以看到彩铃为这首歌紧张的模样。저희가일본공연이끝나면바로타이페이로가는데타이페이에선중국어로미치보러거든요아와와약간시시이런발음이많았어시반샹看结果的话，乌林彩铃表现真的好，而她的亲姐姐彩演更是热血。这一个多月大开逆袭剧本，五月十日竟来到第21名，爬升了足足500名，超强气势让 SBS 将他召回打歌，甚至在了秀以29分的些微差距拿下第2名。尽管错失冠军，但已经让彩演十分感动，在 Instagram 发文感谢，并表示为了能成为在这苛刻的世界可以用表演留下一道色彩的 solo 歌手，我会不断努力的。不少粉丝深获感动，也纷纷留言回复彩演你值得，相信下次回归可以拿到一位的。